大家好，又是我 Queenie 为大家表演魔术的时间啦。紫薇啊，今朝咧我就喺屋企个柜嗰度，搵到呢粒色喎，俾你睇下。一、二、三、四、五、六，粒色仔冇乜问题啊，不过变晒色喎。冇错啊，因为咧。佢咧摆喺度太耐啦，所以咧本来应该有颜色嘅地方咧，都已经褪晒色啦。不如咁样样，今日咧我哋就试下将佢变翻去原来咁嘅样啦。咁咧我哋咧就需要到咧有呢一块镜嘅，俾你检查先啦。块镜冇问题啊。嗱咁大家咧照镜咧都会知道啦，平时咧镜咧反映出嚟嘅。样咧就系同现实嘅应该系一模一样噶嘛，不过嚟紧嘅咧就会有啲唔一样咯。睇住啦，呢一粒纯白色嘅色仔，我会将佢放喺镜上面。你而家睇下发生咗啲咩事？块镜入面粒色仔有颜色啦。冇错，镜反映出嚟嘅呢粒色仔咧就好似新嘅一样。每一面咧都系有颜色嘅。不过可惜咧。镜上面的这粒色仔仍然都是旧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就需要转一转它，将它们调换位置，看看现在白色的粒色仔跳进去镜里面了。觉得神不神奇呢？好神奇。不过也未算，因为最神奇的是我可以将这粒色仔由镜里面的影像带到来现实的世界，看看现在白色的粒色仔由镜那里跳了出来啦。